是医药，快看呐！那女司机走路呼呼带风，雄赳赳气昂昂的朝着车辆大步走去。他一把拉开车门，脑袋像个拨浪鼓似的左右猛瞅，确定没啥危险后，哧溜一下就坐进了驾驶室。紧接着啪的一声，迅速关上车门，麻溜系上安全带，启动车子。这时候左前方来了一辆轿车，后面还跟着一辆摩托车。哎呀妈呀，不行不行，得稍微等等。嘿，巧了，车辆都走了，开始倒车。这车头刚和前车拉开点距离，今儿个也真是奇了怪了。这女司机内心一阵慌乱，心想咋左侧来往的车这么多哟，这可咋整？莫急莫急，再等等，总归会有没车的时候。嘿，还真被他给料到了，车辆确实少了些。行，先让这个车过去，不慌不慌，心里可千万不能慌。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，居然撞上后车了。这女司机一着急猛打方向，又是砰的一声，瞬间前方挡板掉了，车辆还爬上了摩托车，整个成45度了。这可真是典型的忙中出乱，把刹车当成油门，女司机把自己都给倒晕乎了，车辆也跟着倒了大霉。这时一个戴帽子的大哥像一阵风似的快速